其实疫情2019年至今我已经2年没有回家了，今年本来想着不回家的，但是想想我已经2年没回去了，所以今年就是排除万难，做5-4核酸我也要回家，因为单位要求特别严，我离开上海前24小时要做核酸，离开到家之后也要24小时内做。然后单位今年出了规定，就是从家来上海前的48小时还要再做一次核酸，然后从到上海之后要再做一次核酸，然后进单位48小时前还要再做一次。所以我看我回了趟家，一共5天，但是我需要做5次核酸。